我是余佳琪，我是李凯进。这一回我们会给大家猜什么成语呢？大家来看一看电视里的画面吧。我们的成语博士来讲解一下。归心似箭，归心似箭意思是想回家的心情像射出的箭一样快，形容回家心切。造句的例子如下：我已经好久没有回家了，此刻真是归心似箭。大家都学会了对吗？成语猜猜乐，学习也快乐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再来一次，哎，脚往左右方向来，啊，再来一次啊。